痛啊！聊呀！现在嗷嗷叫。来！哦！我操！原来是嗷嗷叫的吗？雕刻纹身，很标准。防守，防守。点不点外卖了？钱包丢了？第一个就怀疑你，我操他妈的，钱包丢了！你妈，你他妈坐的最近，丢了就怀疑你，我操！来出来，来出来！我说，王力宏。杜兰特，那个是杜兰特他哥，你知道谁吗？杜兰豹，我操！说实话，彪哥，你遇到这么强、这么高的对手防能打吗？Oh, boy.
只能给他吃一根了，而且是。
打的乱，就是把防守压下来，这还不了吧？哥哥，徐振东又给你一根，就给我一根吗？吃太多吹不了哨，彪哥。没错，你了解我，不能吃那么多。两个在下面很容易被打跑的。不要站在要球，节奏不球，注意节奏，节奏不球，会给球。对啊，来，来打球，左边进的是。好，王三哥，王三哥，弄出来呀，朱红谷，他影响你吗？快追！已经放过去了，对吧？然后又给他拔出来。拔了，那个东西在你屁股里面吗？松弛感 boss 怎么才知道？看谁弄的不？掰的，掰开里面都塞进去。上网就比他妈去学校上课还爽。啥？我怎么觉得上网就比学校上课还爽？为啥？我有病呢，兄弟是不是？还是你他妈故意搞我，说凡尔赛搞一下我，我操！搞一下，这就是学习好人优等生，是吧？人才天龙人呗，要算数。因为你知道上网班总共就几个人啊？总共四多个人的语言班，就他妈八个人上。哦。牛逼牛逼！三，你最牛逼！三。老沈啊，这个老沈，老沈，站住！你还要往上面走？往外面走，他不知道在这里，我叫他在后面。妈的，这里教官带你教出他妈佛系来了，他妈他知道怎么走，训练出来了给我。走，杜兰抱怨高啊，看有没有一米两米的了。一米九九。Seven feet 啊，肯定有，两米。你看没看？我看到。明天得打球啊，真的得打了，看得很爽啊，打球的感觉。昨天没打爽了。昨天他妈你不倒了，怎么打爽 boss？ 我在，我不在就打不爽。你不在，他妈的，咱俩没有什么对抗。宝贝。然后那边黑仔，我都没有认真打。你们看那一球响，他妈墙上那个黑仔，我操！我已经准备这样子了，我操！我 talking about。干扰了吗 ？Good tending. Basket is going in. Yeah. 这他妈怎么硬啊？这怎么硬啊？他不穿他都进不了啊。他趴那吹了，没办法。不然你跟他争下这样。啊！今天要这么做，啥？我今天要他妈，今天要 get 对吧？做这个意思，做这个动作，哪个动作？康复动作啊！我操，太瘦了，这个杜兰特，我操！你脚还真的很痛。Go go go go！ 回防回防，防守防守防守！别看别看别看！过来过来。我操！三打一，选了个远的，我操！兄弟，能厚一点吗？挡住这个了，厚一点点就好了。So good, so good. Stop. One seven block. 往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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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后。你防谁的？
这才是文班亚马，是不是？顶级天赋。快快！我投了，投了，投了！来来来来来，前点，对。你这他妈看着。没有点他妈的空中，撞人都他妈的不像打篮球。靠，为什么别人会去看王嘉尔，我他妈在这里看陆地之滨啊，这是生活啊 boss。 为什么别人能够他妈天天吃喝玩乐，你他妈要上课上班，哎，真是生活啊 boss。 这个问题老婆上班上课的，也是。你这上班上课打拳的，打一发一个腿，感觉是。Stop stop stop， 让开，让开。哎，我干六。Stop queen， stop queen。你你你你你你你的，哎，告诉你。我觉得我他妈要选择。吃喝玩乐打麻将打的都想。不是，我要选择一种生活，你知道啥生活吗？睡觉生活。老哥他妈以后就要发明一个他妈导管，他妈插进脖子里面，然后他妈就能躺一点那种。这是我推动我学习的目的，我操。生活的不满，我操，就是认真的，我操。这把不行，犯规了，犯了，犯了！我的感觉整个人都歪了，太歪了。但是他整个人歪了，在他往我身上跑，他怎么？这裁判瞎鸡巴吹的，感觉脑黑。好，再 clear。Sorry，Bowser，Bowser，Bowser，我现在反应很慢，我Bowser。我来求求你，阿沃姆，麦博，麦博，那个大高个性跳的，打完冠军直接上了，打到你了。我说他妈直接回忆着，我操！然后我已经懵了，我已经懵了。然后后面那个谁，哪个？55号在投了个三分嘛，先他们进攻没进嘛。刚那个是三加一吗？不是，没给你，没给你。小点声也都不行。坏了。
哎，我问你 ，Rebel。吹到你，但是对，就是投完就投完一个，就是个不平衡。啊，停！还要不？这个 move， 标哥漏气了呀！来，巴兰特有没有罚球？他都四个，这个手势一看就有。大头注意一下龟啊，大头。啊！那搞笑，我操！那他没手机了。我真的要听你来多少？就他妈，怎么他妈走路走太快丢了？跟我上一样，六狗六哥。傻逼！他妈这是我家狗，他们现在有那个鬼套，我操！妈逼，像个精神病一样，很他妈恐怖啊！现在那个狗，啊！我也不知道他妈有病啊，他跟你。给他他妈老婆家东西吃。不可能，我操！他妈这都舔而已。我也不知道，我问一下他，他妈是不是咬人了？真的是。有可能。哇！太牛逼了，这球。妈了，可能他妈天天咬肥豹，我操，肥豹咬惯了，我操。有事儿。他妈肯定干球啊！冒了。我赌巴兰他今天他妈必须得有三个百分也要拉平一下，我操！一定啊！不要跟我们下班，七点钟才到家，差不多。他娘今天星期六啊，傻孩！哦，今天啊，傻孩！他有他妈这么勤奋吗？打个电话问一下。二哥他妈要不是七十七，要么就是七十七的路上，我操！我问一下他。喂，涛哥，有没翻工啊，哥们？操！我都以为你翻工添，唔系我哋啱啱饭团嗰度点咗外卖，我操！系咪啊？我操！唔系啊，我等到翻工啊！我操！系啊，喺度传工添，我操！嘉宾啊！哦，系咩？系咩？阿爸爸有嘢同你讲啊！我操！Go one more. 我操，你们是相当有的，是吧？
你明天也要上课了 baby。 开人你看他们谁去打姐当时这样我的病还没养好，我操，在咳嗽，我操，鉴定师，鉴定。
was offering.他妈一米九五，你看这个哥们就两米。啥？一米九五？他是吹牛逼的。一米九五多高？你这稍微矮一点。他一米九九。接近啊。两米不是你的身高吗？Yep.
妈的真的是一样的啊，赶快吧，妈快递这么久了啊。急啥呀，一般人花五百个也运不完，我还没缺呢。我他妈现在成怎么样，妈饭都吃不起了好吗兄弟。你的年付在我666吗？上班618。618。118。一十多。118。500，然后你又欠我。对的。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 boss。没问题。那我赚个10块钱。没问题 boss。那我赚个70块钱、60块钱，够不够？不够。谢谢老板。别，你是老板，你是金主爸爸。买两双鞋，300-1500，够买一双。对的。不信就算，不信就算了。我操！我他妈买这么久鞋了，在这里。连他妈熊猫蛋都只能买一双啊，憨仔。给你爹录一下，咱们不说了。